我们的名字写在上面，不高的位置让全校都看得见，班上的女同学昨天在东区的舞厅出现，许多的男孩都围在身边，这样的消息很快就在学校里传遍。消失变得人命关天，上次抽烟的事情还写在布告栏上面。遥远的世界，真实性总是缺少了一点，随着时间慢慢蜕变，传闻的主角也消失在回忆之间。就在学校里传遍，一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听得见，一点芝麻消失变得人命关天，上次抽烟的事情还写在布告栏上面。校园的时间，真实性总是缺少了一点，随着时间慢慢蜕变，传闻的主角也消失在回忆。